佛菩萨并不希望众生受尽果报，菩萨不会让我们要吃苦头的，菩萨总是想办法把我们救度，总是把我们希望能够改变，让我们不要承受这个果菩萨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不让这个果来呢？你们一定很想听吧，对不对啊？不是菩萨不让你们这个果来，而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错，你要学会忏悔，你才能不让这个果成熟啊。师父今天透露一个天机给你们听听，为什么有的人马上就有果报出来，人家说报应马上就到，而有些人为什么报应就晚来了？这个就是说，当你自己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错了，你跪在菩萨面前忏悔了，你这个恶的因缘就慢慢的成熟，不是一下子成熟的。大家听懂了吗？是慢慢成熟。菩萨是用善巧方便，让我们自己来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，来忏悔自己的恶行、恶念。用方便善巧的方法，让众生不要犯恶，不要损害他人。万一你损害他人，要马上忏悔，让这个恶果不要成熟，你永远不再做这件恶事了。这个恶果虽然还在，但是他只要不成熟，他就不会报。大家听懂了吗？如果你今天这个恶不去忏悔，而且继续去做这个恶，你很快的就恶有恶报，恶行很快就会成熟受报。